有小歪跟阿亮在那边又为各位服务了。哎，我们来看看今天来参加的来宾都有哪些。来，拿下我们也到现场，我们看看。不对不对，哎呀，清单的春光队，还有健康单位。布鲁森是做什么的？是做化妆品的啊、哦。看你们这个长的样子就知道，你们应该是跟化妆品很有接近啊。来来，我们现在可以玩这个海底捞月，海底捞月啊。来，请准备，来来来来，我们到起跑点，来来来。六十秒之内把四个颜色球拿出来，哎、欸，我那么多的台灯就全部让你们带回家，来起跑点。四个颜色球、啊，加油！好，来，四个颜色的球都已经放进去了啊，请准备啊，希望你们能够绕到月亮，开始，走。叫王什么？王玉林。哎，王玉林，他的四个彩色的球里面，他拿到三个。可是最重要的一个黄色球却是他拿到的。不错，哎，恭喜两位，你们可以把所有这个台灯通通带回去，也可以分送给你们的后援部队啊！恭喜普鲁斯三队，恭喜恭喜两位，恭喜你们，谢谢。好，现在又到了我们拳王的时间了。哎，今天邀请到这两位呢，听说呢，他们的拳喊的都非常非常不错。一位是东方女孩蔡幸娟，一位是台正教练，欢迎他们，恭喜两位。对台正教听说最近出了一张新的唱片，对对，非常非常的好。就是离开我，或是爱上我，是离开我，或是离开我。我看唱，因为唱这首歌要必须要具备一种特权，就是要说不是很标准的国语，带一点点广东腔的国语，唱的会比较好听啦。好，这个蔡幸娟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作品？说出来谁会相信？哦，原来都同时发片，都是同时发片了，这样子啊，恭预祝你们这个芯片成功啊！谢谢谢谢。那现在蔡幸娟愿意要喊什么拳呢？男生女生配，哦，黑白配，男生女生配啊，好，那个这个厉害，剩下的数字拳，数字拳就是五十十五那个是吧？对对对，阿亮。蔡幸娟交给你，美女总是要配野兽，今天野兽不是我当，野兽骗我了。谭队交交给我，来，蔡幸娟先请，好不好？ Okay, 来，好。黑白翠，来来来，黑白翠，男生女生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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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我忘记了，我看到你。好，继续继续继续，黑白翠，男生女生配。黑白翠，男生女生配。黑白翠，男生女生配。你好笨啊！我看那个一直这样微笑低头这样。你不能这样啊！看到人家这个这种表情，你就要让人家了，怎么样？你真的好笨！我在旁边，即使蔡幸娟只会这样子啊，你看到没有？哦，这一招太高了，太厉害！恭喜你啊！来来来，没关系，阿亮，这个交给我处理了。好，要点面子。来来来，五十十五是不是？五十十五，来为我加油一下吧。哎呀，没有，十五，年纪也是，看到，哎，他是十五，十五啊，抓到一次，十五，来，二十，没有，哎呀，是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他跟我一样体力仗，我跟我体力仗，这个这个年纪大的真的没有办法。啊，有没有现场朋友？美女上来，好，好急哦你哦，还没有找你就自己先冲上来了。哎呀，普鲁斯三队是吧？哎，叫什么大名？何林，何林小姐，来来，现在阿亮、蔡幸娟跟台正宵选一个，选一个。选台正宵是吧？要喊五十十五是吧？对。好，来来来，四十拳，谢谢你哦。哎呀，四十拳，那 DY 哥报仇，来来。要剪刀石头布。没有五十没有五
没有跟八了，太阴了。你真的被输的都不知道哈，好可怜啊，输的莫名其妙，输的都莫名其妙。没关系，好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啊。二十，哦，输了，帮我报仇了，来，恭喜你，哎，除了这个银拳之外，还可以得一个奖品，来，你看。嗯，非常好。结婚后面还没有，没关系，结婚之后可以用来亲子系列五组，还也可以得到一对对比。来，恭喜恭喜恭喜！阿亮啊，我们两个今天要变成什么？又要变了小花猫，跟小花猫当然比较小花猫。武松，待会就看看了。只要你敢来，好运跟着来。好，彩头，有彩头。准备好了，哎，刚刚起立微笑三秒钟的时候，每个人做的姿势都非常的标准。阿亮，我们也做一次，起立微笑三秒钟。蛮好的。好，我们现在看看今天要估价什么东西。来，这个呢是一个玩具啊，这个是一个玩具，是一台跑车。哎，看起来是一台跑车，看到没有？可是它有另外一种用途。它不是跑车了。哎，看起来是一台跑车，可是呢，这个呢是这样子的武器，武器，装备。看过《机器战警》的电影呢？我看过，看过。哎呦，我哔哔叫！哎，对不起啊！哎呦，跑车临时变成这个样子，子弹全部都飞射出来，这还得飞射子弹的，哎，看到没？来，哎，我们来估一下啊，估一下一下这个是多少钱？来，这个机器战警用，机器战警用的手背，而且还可以飞出子弹，哎，来，第一组特别来宾，好，300块。300块啊！好，第二组350，第二组好不好？第二组450，第二组450元。好，第三组350，350元。第四组380，380元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个机器战警的手背跟这个一个机器战警的车，哎，阿亮看看，还是有最接近的，看到没有？看到了，好。1761，这个价格和这个面可能还最接近底价的。我们这个玩具呢，除了这个可以射飞弹之外，还有这么多功能，看到没有？打出去还有拳风。来，我们欢迎第二组来我们现场参加。来，恭喜两位，两位是最接近我们底价的。可是呢，这个他们的价钱实在跟我们的底价差距太大了，可是没有办法，你们最接近底价，这个胜利还是要属于你们的。你们两位哪一队的？灯光队是做什么的？那个收容残障儿童。哦，收容残障儿童啊，哦，这也是社会上一个非常非常模范的一种楷模。来，我们的龟兔赛跑，请准备啊！准备好，千万记住，放完牌子之后跑回来一定要按那个钮，按钮之后呢，我们这乌龟才会开始起步啊！千万要准备啊，预备，加油，开始！差一点就没拿到。不错，这个弹力车呢可以带回去练习一下啊。这个阿亮呢练身体。阿亮弹力车骑得不错。如果说你们拿回去不会骑的话，可以打电话给阿亮，阿亮会亲身教给你们骑，好不好？哎，恭喜你们两位朋友。我们特别来宾，我们三组来宾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尤其我们的第四组啊，刚我们抽到他们的时候，就好像金马奖得到那种最佳影后一样，开心的样子。好，开看。哎呀，这是什么？好像个拳击手套哦，但是不是哦，又是一个热气球哦，热气球。哎，这是一个玩具啊。我们四组来宾，请
注意看一看啊，平衡热气球，平衡热气球。哎，我先来，好，该你，谁倒了谁就要输了。嗯，换你，我放这边，哎，换我放这边，我放这，自己掉没关系，赶快摆下去，赶快，好，哎，该你，换我了，这次绝对不会倒。哎，该我该你这边，哎，哦，这样子我就输了，我就胜利了。这是个非常好玩的一个玩具啊，平衡热气球。来，我们请我们的第一组特别来宾组的，哎，猜猜看多少钱？400吧。很好玩的，差不多。平衡热气球，我们还是把它拆300吧。300也是300，我们还是把它拆300块。多少钱？300。300块。好，第一组是300元，第二组480。480元，好，哎，好。第三组是多少？350。多少？350。350元，好。第四组。450。450元，好。300的四百八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好，来，准备开奖。恭喜第三组、恭喜两位，蝙蝠队上来了。蝙蝠队，叫什么名字？吴宗森、另外呢？欧旭达。看着两位都是一个学生的样子，你们是念国小是吧？国中。哦，念国中啊。国中啊。哦，念国中就能够长到这样个子，真的是不简单啊！常常运动，脸都红彤彤的。对对，脸都很健康的样子。所以这个鸡手压脚的时候，希望你们要运用你这个步伐，好吧？外八字跑得比较快，所有的奖品全部在那牌子上面，看你们能拿到什么奖品，通通带回去。来，对，拿到就是你的，来，哎，起跑点来，哎，小心走啊，慢慢走啊，千万不要跌倒，哎，阿亮，好，来，阿亮，这个要提示他们一下，大奖在哪里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好，我们只有60秒钟的机会啊，各位请准备，开始，走，哎，走，走到拿就拿到哪里，哎，跑得很辛苦，很卖力啊！穿这个走路跟一般走路不太一样吧？啊，是不是很辛苦？很辛苦，对不对？来，这个呢是你的所得到的奖品，请阿亮啊！来，很适合你，刚跑得非常好，弹力车。还有，这个可以送给妈妈，送给妹妹，都可以，漂亮宝贝娃娃，高级代表，好，再见。谢谢你曾经拿过我的，不错，来，啊，这边是你所得到的奖品啊，你可以得到一个高级皮包，另外就是你好帅，挡不住的感觉啊，帅翻了，还有一个是硫化相框，另外一个是微电脑的开影机，来，恭喜两位，第二次来，好运真的来，好彩头，耶，好。蔡新娟来到我们的现场，虽然没有得到大奖，可是没有关系，我们还是要有奖品可以送给你们。来，感谢你们错误的提示，错误提示，你们所得到的奖品呢，通通要交给我们。我们的佩佩，来，交给我们的佩佩，佩佩。好，您得到的是婴儿沐浴保养礼盒，还有婴儿自动喂奶器。不错。来，蔡新娟得到蔡新娟。好，得到的是高级对比。高级对比，好。